妞 ，Hello。让你爱上我，真快。Hello。激荡。想吻你额头，我沉默太久。爱你 ，Hello， 晚上好呀。与你守候，我给不了更多，不要跟我分手。我刚下课，下了个课，咱们就是说一整个，有一点点羞累，有一点点羞累，羞累，有一点点羞累。这什么味道？这新的呀？对，新的。你打火机吗？要找一下。没有，他们两个一定会喜欢。他们两个就是说，不仅要比我们两个就是亲得多，也要亲的时间长。这对他们来讲没什么难度吧？没难度吧？你小心，不信揍死你！不信你揍死我！没事，我是他前辈，他不敢揍我。我可不敢说，他到时候揍的是我。说出口，我已经有些重。当眼泪有点难解的事情，不舍不动。你敢不敢跟我进来？站着好看。中规这个棍儿是什么？这样好，哦，好真厉害。他是那个拿不出来的。要下课仪式，你们想要下课仪式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小辉今天眼影好红啊，这是菌菇仿妆。我这是菌菇仿妆，我要改一下。这不是因为见娜姐吗？我这有点太那个了。看看我这个东西。被王秋如揍了眼角。王秋如 是什么家暴你吗？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天天揍我。哦，对，打死你了。就说打死我了，家人们赶快帮我。我去啊，我把我衣服烧了。太危险了，咱们还是不要玩这种东西，不太适合我们。天哪，你看，还好没把我点着了。直播间还是不要这种出现这种东西。我差点把我自己烧了。你说的吗？我说怎么那么烫？点下去是啊，那不得有点浪漫的氛围吗？救命！我跟你说，昨天你拒绝我，我今天对你爱答不理。我拒绝你啥了？羡慕子大闪。我觉得他什么了？我觉得你啥了？啊啊！想起来了。昨天晚上这个朱涵家就像那个，就像发疯了一样，就咱也不知道他咋了，就是说就很奇怪，整个人就是很奇怪。我怎么了？我啥也没干。你能干啥？你想干啥？还好我就是说，谢谢河王的大闪。这个棍儿真的是，谢木子大闪，
谢谢木子的大海。那谢谢王秋如。王秋如，王秋如，老公的什么什么？谢谢你，三爱同学。对，换个歌。这个棍真的无语。我给你，你把你手机拿着，我打给你。谢谢柴米油盐酱醋茶酱醋牙的大山，谢谢。别动。我想和你 yes more。 谢谢醋牙的荧光棒。怎么伺候我社会姐，感觉图文。我拿了一图，我明明这样的感觉在一整个，就是说感觉我很潇洒。他平常都这样的。谁啊？你啊，你平常都这样的。哪样？这样子。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，他也说我们买个墨镜吧。谢谢赞姐的大神。他唱的雕。等一下。他要去穿雕了，救命！家人们管管他吧。你热不热？我求你了。你们不热吗？对吧？我在想，我倒还好，我有点冷。救命！一下子就涂起来了，好起来了。小爱同学，小爱同学，小爱同学，闭嘴！我来吧。来啦！闭嘴。闭嘴！必须来一首了。来一首什么呢？等着啊，我给你放。看你再给我放出什么花来？这什么玩意儿？兜里还有宝藏。什么玩意儿？番茄酱。笑死。Everybody， 准备好了吗 ？Are you ready？ 等一下，搞错了。不能来一首这个。上身掉下身短裤，什么？这个就是我的 fashion， 你不懂。嗯，要命了，我给他关着了。哈哈，你这个女人，你疯了，你魔着了你。Open Gangnam Style。我跟你们讲，我小时候学过这个。我学过唱的吗？看不见。那你知道吗？我看那个
昨天晚上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。什么东西嘛！小黑透明就在这块给我玩欲擒故纵。站起来。我也不知道哎，我俩这仿佛身色互换，你知道吗？我平常是他这样的。咋了？没咋。哎，你像我，我是你的大哥，你是我的小弟。给妞，别笑一个，再笑一个。我只是越来越爱他了而已，是吧，宝贝？啊！我想被他买来了，花钱是吗？不玩的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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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懂？不玩的快乐，谁懂？不破的快乐谁懂？谁懂？没有人懂，是吧？气疯了！疯了！站起来，陪我跳支舞。
常客岁月大闪，谢谢大傻。没有，我上过的啦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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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你知道他被开了那个开关以后啊，他就不对了。你离我离我一米，我戴上这个眼镜，就是说我就不是王秋如了，我现在是戴了眼镜的王秋如，我就不是王秋如了，也就一罐的量，他就把这个可乐干了半瓶，他就这样了。我再喝一口，这个饮料有配这个饮料，这个酒精配这个可乐有被换过。嗯，这样嘛，咱们就是说把手给我放。他们给钱了吗？你是不是大哥的小宝贝儿？大哥是谁呀？我。你多少是喝了点？你是不是我的小宝贝儿？你醉成这样，多少是喝了点？自己说，你是不是我的小宝贝儿？我有点热了。但是我觉得我这么拖好像不太好，的确不太好。我有点热，你是不是我的小宝贝儿？是吧？浅浅的承认一下吧。那你亲我一口，我就放过你，要不然你今天没门儿。你今天你就走不出去没门。手干啥呢？已经这样了，我就等。这叫什么？有句话叫什么？那个猎人往往是以猎物的方式出现的。所以说你想干啥呢？所以说我想干啥也不能在直播间里干吧，有病啊。我去，有病吧。叫什么来着？演了我太久了，是时候不能演了，是时候要官宣了。我妈会看我直播，我妈也会看我直播。我去了，我忘了，妈妈，阿姨，对不起了，妈妈，对不起了，妈妈在工作，在工作，对，我们在工作，妈妈在工作，爱萍女士，我们在工作，我妈干啥呢？这个点我看看啊，现在几点？十点多，快睡了吧？应该，嗯，我们在工作，妈睡觉没关系，妈妈睡着了。换首歌，来一首啥？Bang Bang Bang。Stop， 为什么王秋为什么 stop？ 你不爱王秋如了，王秋如为什么 stop？ 嘟嘟，比不戴眼镜好看。我热呀，我热呀，我想脱了。
我这村没这架，我跟你讲。我觉得现在不来看我直播的人就有大病。不要了，直播间不要了，没关系。截个图呗。我是波波怪，哈哈，我是波波怪。啊，你还得放 MV 是不是？啊，嗯，嘿嘿嘿嘿，这什么歌？이듬해진연꽃피는봄한여름밤의꿈混杂怎么没有啊？说的这个。Cheers。Everybody， 我挺好的，乐在其中，是吧？天天。我觉得我太快乐了，真的。我觉得我一会儿就飞起来，我跟你讲，我一会儿就要飞了，我跟你说，我马上就飞出去，我就要飞到太平洋，我要飞，我跟你说，等我一下，我去飞。没有，我们刚刚还在直播那个。我去飞，我马上就要飞起来了，跟你们说，我马上就要飞起来，我马上就要飞起来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一定要看我直播到最后，你们这辈子都见不到我的我这个样子。你最好，你看看我咋飞？我跟你讲，这个房顶都得给我穿漏。我跟你讲，我能飞到你家门口。你把窗户给我封好，我跟你说，我就穿到你家门口。你小心点，我不骗你。我去，有点猛。
真不是我们，真不是我们。哎呀妈！哎呀！我太快了。我也喝一口。啊，这个，我马上就要起飞了，家人们。风量好大，带个皮鸭子。皮蛋儿，带个皮蛋儿，带个屁呀、啊，皮蛋儿。啊，我很喜欢这首歌。Hello，Hello， 家人们，今天这个播不能再播下去了。不要，我继续播吗？我觉得啊，我觉得他有点不对劲，我得解决一下。我觉得这不太对劲了。想追下去，我觉得他真今天真的不太对劲，对吧？你们也看出来，我也觉得他不太对劲。告辞了，兄弟们！不能让我一个人这个样子，你要陪着我。关播制止你。我没干嘛，我干啥了？家人们，这个就是简称什么侄女的把戏。Yes， 我玩侄女的把戏，侄女的把戏。拉什么死干嘛？你不热呀？我不热，我觉得你热。你要天打雷劈的！救命啊！我觉得我好像真的有点不太对劲。你要被天打雷劈的，真的不行，不太行。对，我觉得。起码现在不太行。那什么时候行啊？昨天给你机会，自己不要的。要听到那首歌好听、啊。啥事儿没有、啊？不是，我说的不是那个。我觉得就是。都是身外之物，没错，他们都就是，我觉得像咱俩这个样子，少之又少。你觉得？去拖地吧，对，我也觉得我适合拖地。你觉得就是你还能遇到像我这样的人吗？啥也没有，拖地重要，我爱拖地。能遇得着吗？懂自懂，遇不着，再见。你认真的？当然的。拖地吧，拖地吧，去拖地吧，拖地吧，拖地去吧。我拖地能干啥呀？拖地。你的确哈，我拖地吧。等会儿别不许跑，拉着我。没疯，你才疯了呢！我没疯。不过他今天的确有点不正常。我天，果然好久。
城里人真会玩。你都不快乐，我没看见你快乐，你为什么不快乐？为什么不快乐？我怕快乐起来他们受不住。为什么不快乐？为什么不快乐？要告诉我什么？没有不快乐，我很快乐。我觉得你不快乐。为什么？我觉得你跟我好像有点不咋地。怎么可能？就是你不觉得不好吗？没有啊，挺好的。你听不懂。叶总好。叶总抱拳了，你是我爸爸。叶总，叶总你看。叶总别看，叶总，叶总，叶总，你让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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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笑一个嘛？你看他都不笑，你开心一点嘛？你为什么不开心？你告诉我，为什么不开心？你跟我在一起就这么不开心呗？没有，你跟谁在一起开心？告诉我，怎么敢呢？我怎么敢呢？你为什么不开心？你今天为什么不开心？没有，我怎么敢的呀？我觉得你今天不开心。没有。对啊，他就说你像被强迫的，为什么？咋了呀？为什么呀？我怕我太开心被封。我没有感觉到你开心，我觉得你不喜欢我。没有。救命！喂，宁波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无语了，家人们，我觉得，他不行了。我不会带，我不带，我不喜欢你。侄女请关机。你拨了电话请关机。请不请关机？请关机。关机不关机？请稍后再拨。请关机。这里 Lapsong。不行了，拜拜。